我们无敌。啊？说错了，不是锁的甲，是腰带。说错了，大哥，说错了。大哥，说错了。不好意思，说错了。给个腰带吧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要拿俩皎月啊？算了，这轮给钱的拿吧，应该给钱了。给钱的时候别吃饭。反甲亚索，我觉得是时候来把劫了，兄弟们。把他撇了，来把劫，是时候来把劫了，把他撇了，不要，来个天选劫。全卖吃利息啊，能吃上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可以吃得上哈，应该全卖的，这些也能全卖啊，这不也十块吗？一样的，反正一样的，积木先不要了。这不是卖血，那你玩劫你不就得这样吗？你那你得留钱找劫，别的那都不要了，就上一个爱咋地，一个人的隐身不要，我没吃完呢。
这一上火炮，如果这样抢不到攻速怎么办？退。把那刚才发那弹幕的人给我封了。就因为他说了，所以我们才没了。他要不说，我们不会没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不过野怪攒钱呢，卡钱了怎么办啊？野怪不爆攻速怎么办？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别问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的？我不知道，死呗，那就第八呗。我还有十分呢，十分第八可以，我们已经赚了。这家伙的一天天的。你不知道什么呀？你对所有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？好，没有问题。你菜还要吗？菜呀、啊。菜。还要牛肉吗？要。那剩菜呢？我给你弄点。行。这整个再打不过野了，整个能打得过野的阵容。太不容易了，蓝天汉子，一边受着别人的诅咒啊，一边还得态度还得好。跟我来个野怪不爆攻速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这铲子能干嘛？生人口吧，这铲子。留着生人口用，我们七人口开地啊，不是六人口开地，兄弟们，
第啥呢？第夜影节呀、啊？不会赢了吧？赢了挺好的，少让我掉点血。哎，我这阵容都能赢啊！我都没想到我可以赢，我都已经按输的来了。我是真没想到我能赢啊！夜影劫，夜影劫，夜影劫！我不要瑞文。我不要瑞文，我不是黄蓉，我不是第八，我只要天玄劫。哦，我的劫快来！给个两费的天选之人。兄弟们来了，你说去哪？杰他来了，整装待发，整装待发。每一张网都是一个孩子。等一等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要把钱全花了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一切啊，慢慢来。哎，咱就不说什么天选劫了，连个二星的劫都没有啊，不会吧，兄弟，连个二星的劫都没有，这有点要命啊，这。大选没有攻速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不会那么背的，不会背到那种程度的，那也太背了吧？那还不退吗？呢？给点结吧，不要，我们要夜影，要的。上个三星红可以，哎，装备没给上，那关键下波来天选咋办啊？下波来天选我这白整了。来吧，整装待发，来一个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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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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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离了。
兄弟们，不出意外，这把应该是第八了。不出意外，这把应该是第八了。不行，我们把钱全花了吧，看看能不能整一个夜影节出个三星，这还能不第八，要不然指定就第八了，第八肯定是我们就预定了。我这个撇了，没必要，还有机会，25滴血还有机会呢。这回可以递了，这给这么多铲子还不递，这赶紧递吧，赶紧递，赶紧递。天选节来一个，天选寡妇也能用，再上个结巴呢，没有狐狸，春哥给你了。差两张，那我这要是这个样子的话吧，说实话我还能顶得住，我还稍微能顶得住那么点儿。我不想要铲子，你这给我那么多铲子干啥呢？姐，姐，狐狸也行，狐狸也行，给个狐狸。没锁住血，这没锁住血，给我递。这么的，俺们一会儿再选个铲子，这样我们人口就不用拉了，我们就疯狂的递。往右边来点，算往左边来点吧。拉七容易递，拉七才不容易递呢，拉七还能递到四费的，我不要拉七，我就这样就只能递到两三费的天选就挺好，为什么非得要拉七呀？
这瑞文怎么回事？怎么这走半天怎么还打劫呀？这第一名本来感觉是能赢的，其实感觉是能赢的。感觉能赢的第一名。不好意思，我十块钱。姐，这两银者咋办啊？不行，还不能上腰子，哎，简直了，简直了呀！姐，给我杀，兄弟，给我杀，给我掏！一个给个铲子，给个弓速，给个大棒子，或者是给个大剑，给个魔坑。谢谢孙欢欢。上头了，这不是上头，这属于必然的地牌，兄弟们，这是必然的地牌，我们只能地。因为我们只有十五滴血，我们没有三星的劫，指定是死了，只能地，地地地地地，硬地。先把寒冰杀了，杀寒冰啊！哎呀，这姐一下就死了。是不没了？应该不能没呀、啊。能给个天选寡妇夜影的，不用夜影，猩红之月也行，我们直接翻盘。下波给个天选寡妇加上一只劫，我不用天选劫了。大剑，大剑。天选寡妇，没有天选寡妇，只有寡妇。哎呀，这么的吧呢？那你说怎么整呢？那你说怎么整？怎么整？这幽梦之灵给谁呢？精神病嘛，还整个幽梦之灵？给积木啊，给积木吧呢，给积木。
跑不动啊，这也行，我们第八了。聚聚兄弟们，哈哈，聚聚兄弟们，第八扣十分，相当赚了，这波血赚呢。那下一把咱就不能扣十分了啊，下一把咱就不能了，给大家来个2500块现金红包啊，给大家抽个奖，想参与可以。